加什么球队的？你期待比赛？我。你奖金？一百万。我要打橄榄球。球队解散了。一百万不要了吗？找哪个找？你想要啥子样的球员？我去找。一个个三百四不远的，只要我们联合起来，我们都是重庆省的第一支橄榄球队。啥子是橄榄球？打好橄榄球，奔掉一百万哟！奔掉一百万，掉一百万，掉一百万！不打了，给师傅足饭吃。备受瞩目的电影《冲撞》正式宣布定档8月23日。这部由实力派导演与演员联袂打造的喜剧动作大片，即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。影片汇聚了李九霄、王千源等一众优秀演员，他们将以精湛的演技共同演绎一段充满笑料与感动的励志故事。《冲撞》以纪实手法描绘了重庆马头工橄榄球队的真实事件，通过草根人物的拼搏与奋斗，展现了运动、成长与励志的深刻内涵。电影中的主角们虽非职业选手，却以职业态度面对每一次挑战，他们的坚韧与不屈将激励无数观众勇往直前，追求梦想。随着定档日期的临近，影片的预告片和海报也相继发布，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期待。预告片中紧张刺激的比赛场面与轻松幽默的生活片段交织在一起，展现了影片独特的喜剧风格。而海报上主角们坚毅的眼神和自信的姿态，更是让人对这部影片充满了期待。8月23日，让我们共同见证《冲撞》的震撼上映，感受那份来自草根的热血与激情。好多岁了，心还有没得成不？你那个年龄运动都是你最好的理由。运动今天还要加练，我正在屋头练起来。幺儿，今天都不要起来了。我那个才出来橄榄球，那不都是为我滚蛋噻！幺儿 ，ready。好嘛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一下。找我，来，加！想倔强，我也能倔强，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。